手呢？今天啊，我们在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一群痴迷于中国武当功夫的外国人，他们呢从容淡定、轻盈优雅，在神转腾挪之间就把我们带入了他们的武当生活。 Like this, and then slowly. Okay,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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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